拜三的早上，我们将要前往上海。第三是你的艺术，把这边的地上可以啊？不是，你听我学啊。到机场了。没东西了吧？对，不错，拜拜。又到了每次我们最紧张的时刻，就是行李托运。结果这次果然就超重了，就是其实我们每次出国最怕的就是行李超重问题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器材，所以可能也是在所难免吧。发现这温度跟你很像，这温度可以代表你。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今天要住的地方。老婆，今天是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要演出的地方了，就在对面。现在彩排结束了，我们要去寻找休息室。稍作休息之后，今天晚上正式的演出就要开始了。寻找今日的休息室。哦，天色也已经黑了，距离我们演出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。我们现在在这边稍作休息，接着就准备今天晚上正式演出。今年金曲会不会得？我慢慢说。好，今年金曲奖会得奖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知道我在从事一些就是预知的工作，就是会算命之类的。我是相声演员。
如何？演出非常棒呀、啊。成功吗？成功。今天来的人超多。才学了那话，才学了忧伤。也许时候谁在？我们现在已经在回程的车子上面了。今天上海的演出呢，也是蛮开心的。然后我们其实很久没有在这样子的场地演出，感觉好像回到小时候在河岸留言演出的那种时光，跟大家近距离接触，蛮好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，同时按下旁边的订阅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影片跟音乐的更新通知了。那大家，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才学了那话。